Hello， 大家好！今天刮这一张台湾金站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，有超过36万个10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正确的选位数是21号，号码是0354102103541011021。希望抽到21号的可以中大奖，刮刮说明在这边。刮出两个相同金额，记得该奖金不可跨区兑奖，或者刮出两个赞啊，记得奖金1000元，有没有可能刮到赞？之前玩到现在还没刮过这个赞的，希望这一张就是赞赞赞啊，不然那个大奖也很好。来，直接开刮，财富自由，两个相同的金额就有钱，200，再个200也好啦，200，一开始就中了，不错啦。欸，这张是不是那种中奖率很高啊？有点忘记它中奖率多少了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上一张其实我发哥是买连号，你看20号是中200，对，20号这边中200嘛，对。然后这一张21号也是目前也是累计200，有没有可能中更多？也突然想到搞不止200，来刮中头奖，有没有可能来一个大满贯？有没有？来头奖。欸，看到200元就200，搞不好还有更多欸，对不对？5000、1000，不过几率不高啦，突然又觉得这个是美梦啦，希望可以成真。超过200有没有可能？来，欸，再给200有没有可能？200，哎呀，看到2以为是200，来，不过应该是200啦，因为一发哥挂多年的经验，这张应该是200块啦，挂行不行？把它挂完。来，其实有中奖心情就很轻松，200块总比乌龟好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300跟头奖200万。 OK， 接下来看心想事成多少，300，来个300有没有可能？来个累积个500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是200而已。 OK，接下来看幸福快乐中奖吧，200万加200，有没有可能？就是没有中。 OK， 没关系啦，这样也不错，免费玩了一张刮刮乐，连中两张回本的也是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连号，所以就证明了刮刮乐其实有时候买想说它是不是连号什么的，其实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自己来检查一下，搞不好他会连续中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代码在哪里，代码在哪里？诶，怎么？诶，是没挂出来吗？代码，哦，这里有 TWO， 没错，这一张中了新台币200元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，这样说一下新台币200元的台湾金站刮刮乐尾数21号宣告中奖，中了新台币200元，期待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